我们是今天的最高潮了哈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介绍我们吴内会历任会长进场。首先有五位小鲜肉，第一位是我们的创会长。首先进场的是吴内会创会长李江怡芳，他是劳苦功高，四个字可以形容他。最佳工程，吴内会一切规范和纪律都是在他的任内完成，使吴内会能在全国排名第二，立下汗马功劳。他是吴内之光，非他莫属。勇往直前，值得大家的尊敬，成绩更是一路跟随，勇得全国第二名，是吴内可敬的长者，请掌声鼓励。小接下来的议员夫人，可是她平易近人，没有傲气，能够放下身段，一切以吴内会为主，更勇得全国八大最大最特别杰出峰会之一，和全体会姐妹一团和气，拉近全体会姐妹的距离，永远记得她的溜龙告胆醉，掌声加尖叫。邱丽杰会长不用介绍，大家知道她是吴内会的第一名会长，也是世界第一名的会长，他为人的努力一定冲刺无人能挡，42届又承接教育长的职务，相信在他42届的教育长任内，他能够发挥他的长才，造福同济会，请各位以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更不用说，在他的任内更是亦步亦趋的跟随丽杰会长的脚步，会务不落人后，不以世界第一名的压力一路追随，成绩亮丽，也是全国十大的好成绩，请掌声鼓励。第八届最勇敢的会长，在吴内会努力贡献自己，不计较一切，会务更是得心应手，也是名列前茅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需要的社服都不顾一切克服困难达阵，还远征花莲偏远地区服务，替吴内会打出知名度，也拿到全国十大，请掌声鼓励。邱会长，任内会务会姐妹有目共睹，会务更是创新加上
的勇敢作为，真的值得慧姐妹的掌声，请再一次给矿石热烈的掌声。矿石，慧姐妹，大家都爱你。接下来是今天最佳女主角，也是前瀑布丘公棍的接任会长范瑞文，她是各方面都能勇敢承接的纯角色，相信接下来一年任内一定能以她的长才把无泪会带到另一个高峰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请各位会姐以热烈的掌声加油。今晚谢谢各位前会长，请介绍各友会代表，欢迎新城会会长黄丽莲一代表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慧心会届会长交接暨致工典礼表扬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